蝴蝶、蚜、蜂，拢互火的芳味所吸引，纷纷前来采花蜜。在山顶下边自行车道的边仔，所种的垂枝女贞，现在拢已经开始盛开，美丽的景色是相当的迷人。昨天拄只吊桥到这个黄平桥，这个距离差不多100公尺啦，已经种四年啊。下坪这边有一整片的垂枝女贞，来看，真正是无共，树大就是美，真正有够水。白色的花瓶随风飘落，都真就是落雪同款的美丽。一阵一阵的花香，就让人有一种新花开的感觉。开得满满的，开得整树都是白的，哦，吸引了很多成袋蓝齿蛾、蛾类啊、蜜蜂来采蜜哈，而且你可以享受到潺潺的溪水。哦，可以注意的对老一些，你可以慢活在此间哦，享受一下人生，把自己先放空一下。当地居民现在嘛，拢会利用透早，也是要暗的时阵来到这散步，听听溪水的声音，闻着清芳的气味，享受人生悠闲的生活。尤其是早时甲这晚嘛时吼，这个散步的人真多，运动这条算变德山店面真好的休闲娱乐活动。因为每逢垂枝女贞开花的季节，景色都亲像是落雪同款的美丽，所以毛三位社的美名。嘛，因为花蕊的清香，所以嘛叫做满庭芳。不过花期通常维持无久，所以想要来下边自行车道欣赏这个美丽的景色，一定要把握时间。记者蔡长报道。